渭水寒，少年初入时，心灯一盏要长安。刀光影追还，猎户逐妖归无散。饮马白鞍，同袍渡劫难。孔宣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不动明王，我素来与世无争，你何必苦苦相逼？孔宣，儿本善类，但你体内天魔种乃是孽缘，更不该进入人界。杀你非我本愿，实属天命。天命，即便是妖，也有必须要活下去的理由。你太自私了。自私的是高高在上的你们。
大人。殿下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，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儿了。是呢。别捉了！别捉了！别捉了！痛！可算找到你了，红卷，快上来！摔伤了，陛下会揍人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啊，成了！殿下肯定能治好爹。你爹的火毒是治不好的，你别折腾了。重罚了一顿。少年郎总是爱闯祸的，当年你我与孔宣亦常常如此。我收到一封信，人间驱魔司发来的，信上正召集青年才俊重返长安，我想是为四年后天魔现世所准备。他还没准备好。重明，如今妖族横行，天宝人才凋零，来不及了。你莫要忘了，我们也是妖族。你还记得？我以为你早就忘了。妖王陛下，重明，200年前我们败给了黑角，除非重回人间将他彻底毁灭，落座天魔附身统领妖族，人间将生灵涂炭。生灵涂炭与我何关？人类建立王义忘恩负义，他们带走了老三，将他与一个人类的儿子扔给我抚养了12年。红俊不会为人族做任何事，绝不。孔宣乃神魔一体，红俊继承了他的五色神光，能铲除黑角，还能毁去复生的天魔。离开中原那天起，我就说过，妖族是死是活与我无关。天魔，我只盼他尽快复生，将这些该死的人类统统杀掉。你就不能诚实一点？红俊，真的吗？是真是假，你心里早已有了答案。红军，
你很特别，你在妖界长大，但你的母亲是人类，而你的亲生父亲孔宣乃孔雀大明王化身，与我金翅大鹏共同辅佐身为妖界之王的凤凰重明情同手足。你不是想去人间吗？每次我来你都吵着闹着要我带你去人间，如今你已长大，我说去吧，你又为何惧怕？200年前，一条黑蛟暗算重明，夺走了妖王之位。重明身上的火毒也是那次受伤留下来的，由于是真火反噬，所以无法治愈。你父母意外身亡，我把你带回药精宫，重明把你抚养至今。爹名唤孔宣，与我亲兄一般，是药精宫之主。他死后，亲兄将你抱回药精宫。如今你长大了，也该回去了。这儿就是我的家。红俊，我吩咐你去人间办三件事。你爹养你12年，这三件事你能不能全了他的心愿？若这么说我就去。狄怀英生前有一官府，名唤天宝驱魔司，你带着这封信到驱魔司去报道，假以时日查清杀害孔宣之人，这是第一件。凶手是谁？我不知道，需要你去找到答案。狄怀英又是谁？你亲爹从前的朋友。第二件，驱魔司专司收妖驱魔之职，你听从安排即可。这枚孔雀翎是你爹留下的，你到了长安之后，长安的妖族皆可杀。第三件，这是玄都鲲王交予我的心灯，你找到陈时宜或陈家后人，把心灯交给他，打碎后会自动入体。交换心灯后，可与陈家人结交，或许能帮你查清当年的真相。我要回人间。说什么？我必须回去。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！这亲兄大人让我跟着你，你知道人间一两银子兑几文钱吗？你知道上哪儿买马吗？你知道打尖猪店怎么说吗？你知道见了人都怎么打招呼吗？你知道长得越好看的男人越会骗你吗？来两遍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爹，等办完这三件事，我就回家。人间一直这么下雨吗？我们是住在云层上，人类是住在云层下，所以有风雨。我饿了，怎么办？你看，前面有个村庄，去看看。
怎么没人出来迎接啊？不对，有情况。浊气和血腥气很重，不太对头。卷土孤独名望生人间，听起平生云的语言间，月夜寒战立在前，刀光剑原来重逢一面。就算一时间百态万千，生死如尘埃火焰，再只与天地不会走一遍。